在2000年前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，就是耶稣基督在死后第三日复活了。 What our Lord did in dying and rising from the dead is he turned death into a birth. 这是将来我们复活的标记。想去以色列圣地重温当年这个奥迹，了解耶稣的复活如何证明死亡不是终结，请留意这个星期的爱常传。